欢迎来到荒野乱斗。这期视频我们来玩这个随机应变挑战。我先来看一下挑战内容。那么这个模式呢，包含了所有模式的玩法、地图以及随机事件，就相当于开盲盒一样，你不会知道在对战中会遇到什么模式以及玩法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用这个刚拿到的一级英雄来完成这个挑战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游戏。应该是闪电啊。随机事件应该是饮食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局，看一下这回会抽到什么。好，这次是宝石啊。随机模式应该是这些。
这怎么有人挂机了呀？竟然有队友挂机了，我没看。我应该被炸死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这局没得了。我们再来一局啊，这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好，这个是站点模式，随机事件目前不知道。这是随机事件。那不是加速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时间事件的，可以发一下弹幕。我是确实不太知道这是什么。竟然有两个随机事件，好，这个模式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好，那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你对这个模式的看法。我觉得这个模式在国服如果出的话，应该会又会蹭一波热度，确实蛮有意思的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不要忘了素质三连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